同学们好，那我们现在学习第二节课的分解动作。上次是学到第一段的这个地方，六七八。好，我们学第二段的第一个八拍。波波，你先看我，手慢慢往远伸，它只是往远触碰，然后眼睛慢慢看到一点，慢慢看到一点。这个呢，为什么我编的这么简单？一个八拍总共有六拍都是在望，因为你看生你养你的这一片土地，在你看来是非常亲切的。这片红高粱，它看过战争与雪，有看过九儿的激烈的情感，我经历的他都经历了，我没有经历过的他也经历过的。这片土地风雨过，安静过，洗刷过后，太阳重新又升起，他好像又回归了一片寂静，好像他什么都知道，好像他什么也不顾。那我们这个往远看的时候，往远看就是在回顾回首，眼睛从七点开始慢慢往远，它不是到教室的这一头，而是想象你就是在那一片红高粱地里面，你往远看，回顾着那些故事，那些雪、战争、爱情、美好，然后看到一点的时候，看到了你想看到的东西，拎住，最后只是一声叹息。我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，但是光是你的一个手一个动作是完全撑不住这个音乐的，所以呢你必须有自己的一个理解和情感。好，我再仔细的说一下动作，到这儿再看一次。波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沉。好，脚上其实没有任何动作，就是根据你的情绪而起伏。手呢，这里膝盖和，对，你对着我做，膝盖和手，手是第一下一个小点，哒往远触碰，哒往远触碰，有一个点，这个点一，对，往远触碰，往远触碰，慢慢的往远触碰你的七点。然后膝盖呢是有一个提，提小的提，哎，同时发力一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慢的线，二三四，手到头了，眼睛到头了，好，往远，手不动，手不要跟着过来，眼睛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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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转向一点，拎住到一点，往上继续提，然后吐气，对，头是转向手的方向，下巴完全要转过来，然后吐气到这儿，嗯，来试着做一下，七八，准备的时候头就看这儿，然后眼睛是先是看斜下，但是头不要动，眼睛看斜下，对，然后一起来的时候眼睛就慢慢的看出来了，预备走，一二三四，好，站直了。好，看波波这个身体歪了，不需要，完全是正的，因为红高粱太大了，它不是扭扭捏捏就能做出来的，它的这个宏大是一定要非常的正，你才能去驾驭它的。到这儿，身体就是慢慢起，手往远走，起往远，身体慢慢起来，对，肩压住，肩压住，肩压住，整个后背往外扩，手指尖再往远，再往远，再去触碰，好的，左肩拉住，然后慢慢的往远看，慢慢的往远看，转头经过八点，经过一点，好，看住，拎，提起来，走，吐气，对，吐气的时候手是直接压下来的，手肘压下来，然后后背不要转，在这边压下来，蹲，后背，对，到这儿，然后头再抬一点点，对了，好的，
好，我们一起再来一下这一个八拍。背，走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八拍，我们学第二个八拍的手。好，先看我，你要么到我的后面吧，好吧，你到我旁边也行，是吧？好，手，左手先起，这是大，然后往远推出去，后背整个要拉开，往外扩张的感觉，不能是这样就过去了，一定是要往外扩张，往外扩张，腋下有空气的，膨胀往远。对，到这儿，然后左手往上，右手跟着左手往上拎，到这儿，好，七八哒，一二，然后三，一拍到位，三，这个手是拖上去，这个就像那个麦穗的感觉那样掉下来，手往上拖，右手往上拖，哎，这是三二，好，再来一次，七八哒，一二，走快，三，力量是左手带，然后后背要转过来，三是快的，明白了啊？好，说下脚，到这儿，倒一下脚，哒，先拎起来跳一下，往下踩，往二点走，落脚上，然后右脚的重心左脚顶上去，对，快要出去，对，好的，再来一次，蹲到这儿，走，一二，走，三，好，要快啊，看，一二，在这儿，对不对？打打三，明白吧？试一下啊，七八，走，一二，走，三，哎，对了，加上手试试，慢一点好不好？七八哒，一二，走，三，到这儿，好，肩膀要压下来，波波啊，不能上去，这是三，好，接下来这个动作略有一点难，往左边下，对，往左边下，然后右手看啊，这个整个的手没有掉下去，没有掉到肩以下，下来，手背接上，小五花，打开，到这儿，对，这是红高粱里面比较难的动作，拎住，先往左边，还有加上你的旁腰和头，然后含住到中间的时候，手就变成小五花了，手背，然后再转向右边的时候，闻这朵花香，花香它的歌词也是相应的，明白吗？然后你看你的手是在这个地方，不是你闻花香用哪儿闻啊？用头闻，不是鼻子闻，对不对？哎，花就在你的鼻尖，闻花香的感觉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做一下这个手到这儿，对，左前右滑到这儿，哎，鼻子在哪儿？对了，好，我再说一下这个手，从左边下来，经过前的时候，这个右手就要主动找左手，变成小五花，变成手背在中间，对，就到了中间。好，我的，因为我待会儿有转身，所以呢，我要继续往右边走，往右边走，继续往上闻花香，一朵花走完。对，好，说一下脚，本来在这儿，左脚脚后跟往前落，右脚贴着你的左脚往
二点上步，左脚在后，胯在右边。好，再来一次，顶住，落脚，往二点移重心。对，现在看上去这个动作比较简单，但是呢连起来快的时候一定要做得非常干净。这是三四五六七八，可以吗？脚可以吗？好，这里是三三四哒五，再来一次，注意一下节奏啊，三四哒五，对了，好，加上手，三不动，四八的时候，你看先往左边，先往左边，然后经过中间，这是中间啊，同时脚往后，对了，哎，没有贴住你的左脚，因为我们要走最近的一个路线，不能往外画。你这个转身它会很费力，有阻力，你必须走一个捷径，快速的过来，这样才能最快。所以脚一定要找好方向，就是二点，明白吗？在这儿，先往左边，对吧？我们一样的，好，到中间的时候出脚，然后经过右，看中间，然后右画完这一圈。这个动作是有一点难的，好，再来一次啊，三四搭左到中间，好，继续画身体，手掉到哪儿去了？对，画身体画到右，对，然后闻花香，身体往后躺，花香在这里啊。好，明白了吗？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是有一点点难，我们一定要慢慢练，仔细的练，静下心来磨一磨，手、身体、脚是怎么走的，都要非常清晰。我再给大家捋一遍，手是左、中间、右边，然后闻花香，记住了，左、中间、右边，脚呢，先踩左脚，然后画右脚往二点推重心，这几点一定要记住，我们连起来来一次，到这儿，三四哒五六七八，好，再来一次，三四哒五六七八，好，我们第二段的第二个八拍连起来来一次，七八走，一二走，三四八五六七八，好，还有一个小拍没有学完，搭的时候右手往下，对，左手是直接往下，右手是从外往里打下来，对，到这儿，文化香，快速八哒，对，身体往下，右手往下打，对了，七八哒，明白了吗？我们再来一次啊，这一组这一个八拍略有一点点难，我们再来一次，二三四五六七八走，一二走，三四哒五六七八哒，好，现在我数节拍给大家合一下前两个八拍的音乐，三四五六七我们来学第三个八拍，七八哒，先学手，双手快速的往上，手背相合，三，对，
二的时候，手像一个刀一样切下来，右手在前，左手在后，切，就是三二啊，然后三打开，化开，化开。好，接下来是这是回身，然后左手拉开，用手带，用腰带，左手拉开平拉，然后右手被带出来，变成双山绑。这其实就是双山绑，只是呢，因为我们的身体啊，腰有一个旁提，哎，提了之后，他身体就是斜，手就是斜的，好像右手是高，左手是低，其实不是的，就是因为你的身体有了拧，拧，有了请，加上了之后，它就姿态不一样了。记住了，这个一定不能像一块板一样，就这样过来，有先后顺序的。用腰带把左手带开，然后把右手带出来，眼睛看着八点，快速的啊，四，这个是四。好，我们从下来这里开始，第三个八拍的第一拍，一二，眼睛看斜上，三是轻松的化开，呼吸呢，伯伯，呼吸，腰，你的腰沉下来，对了，然后四的时候用腰带把手带开，走，四，对，好，再来一次啊，四拍，一拍一个动作，好，预备，走，一二三四，好，加上脚，脚是一的时候站直，本来是放松的，一的时候站直，二的时候膝盖带着往上吸，脚，对了，膝盖冲着二点，三的时候往上上步，对，四的时候重心推回来，重心在右脚推，但是这个是倾斜的状态，四，对了，就像那个悬崖勒马的感觉，好，脚往下踩，但是人还是留住，大在这儿，哎，对的，好，连起来一次脚啊，蹲住，一二三四，对了，前面几个是什么，怎么用力的，快起，快吸，放松，快推，对，它中间有一个小的呼吸，三就是放松，然后快推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加上手来一次，下来，一二，吐气，三，然后快回啊，用腰带力走，四，好的，刚好我们的重心是不是往前推，哒哒落脚，顺着你的重心往前上两步，好，三摆好，四啊，四一定要留住，四落，好，五的时候踩脚，五六，身体从六点开始，你看波波，六点开始经过斜上方，然后落到二点平视，这是身体，然后记住啊，这个是往上提，不是往旁边倒，对了，往上提，往上提，往上提，你看这一片天，这一片天看过来，对了，好，四在这儿，对不对？手下来，从六点跟手眼睛一起往远看，到这儿看到二点，对，好，加上脚，四落，落下来，然后起，五六七八，到这儿，好，第三个八拍我们手脚来一次，文化香，七八哒，一二三四五六
七八，哎，非常好，这个非常好啊。好，往下第一端的最后一个八拍啊，看到这儿，蹲一二，好，手继续往二点走，然后画上来，画上来。对了，本来是手背，对不对？本来是手背，现在往远了之后，右手变成了手心，托腮。对了，拎住，往远够，一、二，然后三、四，脚很简单，先是蹲，二、三的时候，左脚点到旁边。对了，看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头看下。对了，头看下，非常好。接下来先学手，左手、右手啊，去找左手，在最高点把左手用小五花给拽下来。对，脚经过最高点，同时往回收，然后送去远方，左脚上步，手在后，左手在后，右手在前，送去远方。好，第四个八拍我们再来一次啊，这个动作注意你的后肩，千万不要把这个棱角突出来，一定要压下去，压下去，整个从肩开始到你的手指尖全是你的手臂，这样有了棱角，就从这儿到这儿才是你的手臂。哎，我的左右加上你的肩都是你的手臂，都是你的手，那这样就长了，一定要会用自己的肢体。好，我们第四个八拍来一次啊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下来。对了，五六七八往远，五六七八，再来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走，五六七八，好的。第二段我们合一下音乐。